好，还是落，你看一落还是胯嘛，胯跟腰嘛，一落后腿是不是背往前带了，是不是一落过来，好，往右偏，左手起来，往左边揉过膝盖，好，在这边，到这边起身，呼，好，到这里了，你的劲往前，后腿是不是被拉过来了？后腿上来，重心往后转移，腰自然过来，往后，到这里，到这里以后，坐，伸腿，重心移，到这边，重心在，你的手的重量在右，手，后手跟到前手走，哇，好，放，你看又转过来了，重心在左，右腿拉出去，右腿拉出去，收，搂，收脚，转，你看重心往右一落的时候，身体就转过来，落，拉开，搂右膝，起，好，好，来，倒下来，四个啊。圈比较多，你们看它是怎么松的啊？你们看它是怎么松的？好，这个在这里松，你看松，落这个胯，你看落这个胯，这个松了，右腿也松了。你这个胯落得快的话，就是这样子，你看有没有？就这样，有没有？手跟腿一落胯，手跟腿就一个力量了。你看，三个一个力量，这样有没有？这个落在这边，好，到这重心往右移，这边沉下去。往右移的时候，重心沉下去，这个起来，沉下去，这个起来。然后呢，再落，你看，到这边的时候，落这个胯，啊，转圈。到这边，这个一松，转圈有没有？再沉，你看，都是这个胯在转，这个胯在这边是这样子，这个手回来，你看转圈是这样子，我再一沉，它转圈是这样子，成为这样子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胯的圈啊，你看这个圈，在这边，好，这上了，落胯。落胯，身体自然，你看，转到这里，落，开步，手就一放，手一放松，落，落，跟刚才的一样，是不是？落胯，前胯一松，身体是不是就转回来？前胯一松，身体转，落。落，你看，落，
一松，拉开，落落落落，下位走。秦老师掌是掌人，这边是平的。你说这个打？对，是这边。这边。对，这个掌就是我上次讲的那个掌。哦，西这个掌。对。那什么什么什么？这个掌。这个掌。啊，阴阳。啊，阴阳掌。它有几个掌？搂膝耳部的掌也是这个掌。搂膝耳部是这个掌，啊，玉女穿梭是这个掌，啊，都是在胸跟心，胸跟心这边，啊，看懂吗？去试试看。